Yeah, Chitenji. When I reach Chitenji, I'll call you, okay? Okay, see you later. Okay, bye bye. 这边是那个种植檀的，种植檀的就是那个最大的檀产的那个，这边大量产那个甘蔗。哦，大量产甘蔗，然后那个生产糖，然后出口到全国各地，甚至隔壁国家。但是这个看起来不像甘蔗啊，这个看起来不像甘蔗。我们现在是，我就进来看一下。哦，因为这边大片大片的，这边难得的平原，你看大片的种植。这个是水稻还是？哦，这水稻也不像这么高，是吧？哦，哦，甘蔗，这就甘蔗。下去看一下，我觉得下去看看，这边可以过去。是不是要看到有人，就去看一下就行了。哎，下去看一下，看是甘蔗还是什么？没事，过去看一下。跳到上面那边滑，难得见这么大片大片的哦。那边肯定是他们自己种植园，然后中间盖的房子。是甘蔗，应该是还没长大就是。啊，他就乱种植，只为了那个压糖，而不是平时的那种吃。你看，大丛一大丛的，哦，也长不了太高，是不是？是一大堆一大堆的，不是一根一根的。对，我们以前见到甘蔗是一根一根的起来的，然后他就产那个。大面积种植，然后进去榨糖嘛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刚才在那个问加士伯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也会来这边取那个糖渣，就是已经压了糖的那个剩下那个甘蔗渣，然后拿过去发酵还是怎么？嗯，就加士伯有用到这些东西。哦，种的很多哈。嗯，刚才一路过来有两三公里了吧，都是这样。没有见这么大片的种东西。对。然后最好笑就是他们说的，这边马拉维不产盐，盐巴很便宜，马拉维产糖，糖很贵。那到底是为什么？那价格他定嘛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个冒的黑烟哦，嗯，挺浓的，嗯，感觉很大，有点像着火。大面积，我们刚才那边看到都是甘蔗，你看在左边这么高的，左边长得着火了，要不要飞无人机啊？啊，飞过去看看，顺便把甘蔗拍一拍。我们稍微出去，哦，估计这边进不去了。对，他拦住了，前面就是那个糖厂，都他的地盘了。前面就是糖厂，看那个房子就可以吃了，是的，黄绿色的，跟他包砖一样。不让进了都，封路。Nova Sugar Corporation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就这个地方就全部产糖的，有它的那个 logo， 看到没？嗯、那个牌子有 logo 吗？哦，牌子上面有个 logo。中国 estate notice。我们进不去了。Now entering private properties， 你进入了私人领地，我们就是不能进去的。哦，那个，嗯。哇，它占了多少地方？我们找个地方飞一脚。这真的是私人领地？那前面是干嘛的？嗯，这肯定就是收货的时候，前面车子可以开过去嘛、哦。那边是不是着火了？嗯，这旁边全都有路，他自己搞了土路，压得实实的。刚才还看到那个大面积的，就是那种农机联合收割播种那种感觉，那种设备。是来了这个国家之后第一次看到现代化的农业。这个糖厂估计比较屌，你得查一下，不知道是单单马拉维有，还是整个东南非，还是整个非洲。
反正就是上次你在超市说的，这个国家不产盐，不产盐。刚才柯说，高，这个梗高的高脚了。嗯。好吧，那我只好。不产盐，盐很便宜；产糖，糖很贵。看来我们的主持每次都是一样的口号。啊，飞个无人机吧。不是，但是这个很神奇啊。飞个无人机吧。飞个无人机。就在这。烟飘到了云上面，啊，云了，然后就连成了一块，啊，那个地方不知道是起火了还是在烧东西，感觉这片云特别低啊，那个啊，不可能吧，那边对面我看他们俩蹲着在拍糖，那个糖厂，那个糖厂的规模好大呀，我们害怕别人截胡，我们他跑出来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困难，对着我的镜头，快点，快点，别！这边被禁飞了。你看，这个区域完全被禁飞。哇，这个糖厂势力好大，在马拉维还搞了个禁飞区。对，里面难道有直升机进出？就这一片我们看的那些糖的甘蔗叶那些什么单独圈了一圈，那圈半径按这边飞了多少，700-800米，那个半径也就500-600米的样子，这半径800米600米吧，和我们差不多 啊对，就设置了方圆600米的，就是整个糖厂种植的那一块和他们工厂都不让，不种植的，在种植的种植的让，但是里面不让，半径有800米，里面有半径600米的，800米的那个700米禁飞区，700米，就是工厂里面是不让飞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有一小段，他们在里面搞什么秘密吧？不是在大门口，一个做糖的厂。这是在我们刚才看到那个，我说那个单独盖个小院子，然后你刚才有拍到，我不是你拍的，是被拍的，里面有个单独的小院子那边。是，就是到那个地方就不让进去的那一块吗？不是，右边。哦。不让进去那一块可以拍到，哦，大门口可以拍到。那现在要返航了吗？那在周边飞。哎。每次飞都会当地人好奇的过来看。怎么了？被虫子咬了？不知道。一会儿上去我给你擦药吧。你拍完了吗？啊，他不让回家去。周围那一片就是种糖、种那个甘蔗的那片都拍了是吧？追过来。好。他们就说：“哎，你们是不是有个小飞机在飞？”嗯。我说：“是啊，我们又被发现了。”啊，对。那个无人机飞行一下，然后他们说这边是那个 Ilovo 的工厂，主工厂，主产区，然后这边有大面积的那个甘蔗种植，然后产糖。哦，所以它的总部就是在这里。总部不在这边，这边相当于主产区。哦。主要工厂。产地。对，这边大量产甘蔗种植。但是那个限飞区真的是很奇怪，它不在工厂里面，是在工厂的右侧，我们刚才进去右侧有一块，它那一块有可能不是在做糖的那个加工，
这两边包括那边都有甘蔗在种植，然后它是在那个种植园里面有一块，它就圈的那一块然后禁飞。对呀、啊，它为什么禁飞啊？它这么提前就知道禁飞了。是啊，在马拉维这个国家。对、啊，它是要干嘛？而且就600米的半径，拍二平方，3600。你戴上墨镜是想要干嘛？一万多。你想要闯进去吗？灯光太亮。导航了吗？顺着我们走。哎。脚好疼。不拍美景，拍那个。他被那个咬了。万一咬了，我要走了。太疼了，我的脚。回来了。啊、哎，很疼我的脚，我都会帮你擦药。哎，疼死了！哪个地方啊？被什么被蚂蚁咬了？被什么虫子咬了？把你鞋穿了，可能。下来，下来，往这边过来。带了就走。万一他们派人来就来不及。是啊，这路上已经很多人了。飞了这么个区域。对呀、啊，快回来吧。在哪呀？小心手。等会儿我去帮你擦点药。前面有一辆校车，其实这边小朋友看到他们上学的，不管小学还是大一点的孩子，都是穿校服的哈。嗯，并不是说国家贫困小朋友上学。送到哪里去？看这一车。是啊，他们上学还可以有校车，第一次看到校车。有拍到？有啊。你说他们那个校服是自己出费用还是国家补贴的呀？不知道，但他们有可能国家补贴、啊、要不然可能出不起是吧？因为他们上学是免费的。嗯，也有可能自己出啊，就便宜一些嘛，收一些基本费。张飞的脚受伤了，脚受伤了，现在动不了了是吗？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、啊，等会停下来要去给他看一下。就那个，这个第二个指头，穿这个夹板拖鞋，脚把折了一下。哦。折了一下。就走路有点滑，打滑。折了一下，然后不敢动了，现在。我是担心，就是应该是没骨折。敢拉着筋了吗？可能我最担心是骨折，折不骨折也行，折会儿骨折应该不会骨折，就红肿了。